哎呀，罗兄啊，你这只黑头金刚可真厉害啊！当然了，要不怎么值200两银子呢？哎，来人呐，把它放好。是，当心点。是。哎，有钱人的一只蛐蛐，够我们穷人过好几年的。我兄弟啊，大师啊，怠慢，恕不远送。 200两银子买一只蛐蛐，到底是怎么样的？啊！放下！好了！好了！哎，公子，张部将八戒都给我放走了。 快把张木匠给我捆起来，给我打！罗公子，啊！罗公子，给我吊起来！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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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打！打！打！ 重重的打！哎呀，张木匠昏过去了，暂时饶了你这条狗命。限你3天之内找到这个蛐蛐，要是找不到，就赔我1000两银子。去你的！ 走走走，游游游，叫叫啥啥，我无愁又无忧。
荣华富贵永不悔，一生破衣乐悠悠，天南地北穿山越岭，哪儿有了不平的事，我济公就到哪儿游。罗公子心肠狠毒，不会饶我的，倒不如跳湖一死。师父，请别救我，别救我，还是让我去死吧。你那身衣服还值几文呢？倒不如脱下来给我，也免得糟蹋掉啊。师父，您别罚我了，人家要死了，您还在我身上打主意。嘿嘿，我怎么不打主意呢？你死了倒干净啊，可你家里怎么办呢？张玉，罗公子要是不肯罢休，你老母若妻怎么对付呢？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哦，您是济公师父。你心里的事情啊，我全都知道。快把你身上那个三个钱给我，我自有办法。师父真神通，连我身上三个钱您都知道。怎么，三个钱你就想买蛐蛐啊？老大爷，你随便给我一只吧。啊，那好吧。师父，这个蛐蛐要死了，死不了的。跟我走到望江楼去找罗公子去。卖宝贝蛐蛐哦，卖宝贝蛐蛐哦！哎，别吵别嚷啊！我们家公主正在喝酒，你来干什么你？哈哈，他喝他的酒，我卖我的蛐蛐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吵什么吵什么？什么宝贝蛐蛐啊？叫那个和尚拿过来我看看。二公子啊，他就是济公啊！啊，济公师傅，济公师傅，怎么你也卖蛐蛐啊？啊，好不好？给我看看呐！啊，好好好！哎哎哎！一只小虫，你却当做了宝贝。你别看它小啊，它叫金头大王，
连大公鸡都斗不过他呢。别说笑话，哪有蛐蛐斗得了公鸡呀、啊？哎，俗眼不识宝，见宝看不到啊。哎，回来师傅，要是真能斗得了公鸡，我罗公子输给你1000两银子。嗯，好好好，我们来试试看吧。要是斗不过公鸡，我也认输1000两银子。好，堂倌，来一只鸡。来啦，鸡来啦。混蛋，我要活的。嘿嘿，正巧我要熟的。嘿嘿，把你那只叫什么金头大王银头大王的放下去吧，公鸡正等着吃点心呢。好像是给我送银子来的。大公鸡别神气，小小蛐蛐斗倒你，斗倒你。看不出这个小东西啊，真是个宝贝啊。师傅，把它卖给我吧。啊，你是前账未清啊，免开尊口。刚才我输给你的银子马上就给你。那好，这1000两银子就算是我替张木匠赔给你的，以后你就别再难为他了吧。啊，那太好了。那么这个金头大王你得卖给我，我出给你300两银子。嗯，钱倒是小事儿啊，不过我的朋友被你打了一顿，这笔账怎么算呢？啊，这个啊，这样吧，我把金头大王给你，不过你得拿出500两银子赔给张木匠养伤。嗯，好好好，快拿500两银子来给师傅。哈哈哈哈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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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
已经被罗公子打发掉了。哦，这儿500两银子，你收下吧，是你的啊。这个我不能收啊。哎，收下吧，罗公子折磨了你一顿，也该叫他赔偿赔偿啊。谢谢师傅。哎，谢谢师傅。啊，这么个小玩意儿啊。啊，这叫什么技能啊？办得了什么呀？好，长腿将军准赢。我押20两。我押10两。我要30两，我要50两，我全都押上。好，哎，这个长头将军准赢。哎，那个大的好。哎，我那个小的。哎，开闸！你看，你叫起来了吧？小的，别走这么远。哎呀，那个小的，怎么样啊？有穿吗？哎，有两口子。哎，你看，哎呦，没有了。哎呦又开始了。哎呀，连搬两根都不行呀。哎，那个小子别逗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不行，我说我的长腿将军行吗？哎呀，小子别逗了。哎呀，来着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我的腿啊。啊，我又输了，我的宝贝儿。快！你这个笨蛋！小宝贝儿，我求求你进去吧。我的天哪，总算把你逮着了。哎，怎么没有了？嗯，撬开！接住啊！哎，哎，快呀！哎，哦，又跑了，在这边呢。快给我把洞挖大了！
男儿有了不平。